普通的一次性口罩不仅防护性能差，而且容易带来二次污染。下面要告诉大家一条好消息，既可以灭活新冠病毒，又可以重复利用的双功能口罩。这款针对新冠病毒研发的专用口罩，采用含氧化铜、仿棉、无纺布为主要材料，具有微生物灭活特性。也就是说，这种口罩除了常规的过滤作用之外，还具有直接接触灭活的作用。像我们做过实验，在一个4平方厘米的一个小的这个口罩表面哈，你如果泡进去10000个病毒，它能够在10分钟之内给你杀到一个都不剩。1小时左右，多高浓度的新冠基本上都会被杀死。据介绍，含氧化铜材料的灭活效果比普通布料高50%到90%。这款口罩不仅能够阻隔病原体、消灭病原体，还可以重复使用60次之久。即使将口罩暴露在空气中多天，也不会造成细菌残留，解决了防护口罩因无法重复利用而导致的浪费严重的问题。明确的能够证明它能杀灭新冠的，我想这个是正式的产品第一次。据了解，铜金属天然抑菌能力早在2008年就获得美国环境保护署认证。近几年，欧美已在医疗体系与大型公共设施建设中对其灭菌性能进行了推广和应用。目前，此款口罩已取得国内外上市所需的各项检验与注册。